同志们，这次党中央指挥部署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前所未有的。城里决定由你牵头成立一个专案调查组。我们扫除的是黑恶势力。我得死不是意外。净化的是政治生态。只要老爷子还在，为何就翻不了天？你以为你可以一手遮天吗？有任何人跟黑恶势力勾结在一起，我见一个我就抓一个，我实名举报。为何官商勾结？官员是黑社会的保护伞。这就是典型的两面人。今天我说了算。